上个星期，我同我老公 Jared 同埋我只狗仔 Z 经过咗 Pennsylvania、Ohio、Kentucky、Tennessee、Arkansas、Oklahoma， 最后我哋喺 Texas。我哋喺 Amarillo 附近嘅一个营地住咗一晚。早晨啊，我冇谂住 Texas 会咁冻啊！早晨啊，蓝粪猪。当我哋去到 New Mexico 嘅时候，嗰度啲风景真系好靓。我觉得自己好似同 John Wayne 喺西部拍紧电影咁，嗰度有好多高山，同埋好多大嘅平原。我哋仲喺著名嘅 Route 66度揸咗一段路添。喺 New Mexico 里面有好多城市都系冇人住嘅死城，啲人究竟去晒边呢？登记入营之后，我哋就上邑睇下附近有咩好嘢食。晏啲之后，我哋就去咗 White Sands National Park 行下。原来几百万年前呢、这个地方系一个海嚟嘅。唔怪得知，而家睇起嚟好似喺沙滩度咁，个风景真系好靓啊！啲沙又白雪雪，当然我哋要同阿 Z 行下山啦。爬呢啲沙丘都几难唔跣翻落去噶。当我哋放开阿 Z 俾佢自己任跑嘅时候，佢都控制唔住，好似上次咁跑到好似个癫佬咁。我哋喺个公园度一直留到日落，个天有咁多种唔同嘅颜色，真系特别靓。呢度肯定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。沙漠总是给你有一种很宁静的感觉。当开始黑的时候，我们先至离开。之后我们去了一间古色古香的 Frozen Custard 铺。我和 Jared 分了一个士多啤梨味蕾食。第二朝走之前，我自己一个人在个营地散下步，有几只鸭仔在个池塘度添。我真系冇谂过 New Mexico 会咁靓嘅。当我哋一路揸到去山顶嘅时候，天气开始冻啲，又多雾，嗰度仲开始落雪添。New Mexico 嘅风景不停喺度变，由沙漠到深山嘅森林，见到呢啲树铺满晒雪，令我谂起加拿大。跟住无啦啦大雾到差啲睇唔到嘢添。我哋到咗 Arizona 嘅时候，啲雪一直都未停过。冇人同我讲过美国嘅西南部会咁靓嘅，我仲以为呢度淨係得一个熱嘅大沙漠添。我哋停咗喺一个镇仔度食晏，呢度好舒服，气氛又随便。啲 burrito 又特别大喎。跟住我将会见到喺全程里面其中一个我最鍾意嘅嘢。喺公路嘅旁边
有一群野马。 Jerry 泊咗架车喺路边，咁我可以落车影下啲马嘅相。呢度都几冻下，我唔可以影太耐，手指差啲冻到要甩埋。落咗山之后，天气又热翻啦，我哋又试翻翻嚟呢个荒漠度。Jared 喺公路牌见到 Meteor Crater， 我哋不如去睇下咯。基本上50,000年前一嚿嘢喺太空跌咗落地球度，整咗一个咁嘅大窿出嚟。好彩嗰阵时我唔喺度啫。我哋下一站系大峡谷，我哋住嘅营地就喺大峡谷嘅公园里面。呢度系我同阿 Jared 最想见嘅地方。我哋嚟到个营地嘅时候，已经好夜啦。第二朝一早，我哋就起身去睇个大峡谷。佢比我心目中所想象更大。Hello， 我哋喺 Grand Canyon。是不是很鬼大呢？好靓啊，好靓啊！呢度真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，大到一望无际，绵绵不绝。我都几开心嗰度冇乜游客。我哋喺个大峡谷嘅旁边行咗成日，同埋仲爬咗啲岩石添。咁都只系见到大峡谷嘅小部分，佢仲有好多地方我哋冇睇到噶。如果我会再翻过嚟，我谂我会试下骑下一只呢啲驴仔。阿 Z 又系玩得好开心，佢开心到开始嚎叫添。我哋喺公园嘅时候，仲见到啲加拿大马鹿添，佢哋比普通嘅鹿大好多。我哋喺个公园留到日落为止。我哋揾到一个静静地、有冇其他人嘅地方去睇嘅日落，系咪好浪漫呢？翻到个营地之后，我哋有试食热狗啦。第二日，我哋离开大峡谷公园，向加州进发。揸车经过个荒漠条路，风景真系好靓。这个是我今次旅程的另外一个 tips， 尽量不要揸啲大公路，小路通常比较难揸，但是沿途的风景会靓好多。我们跟着见到的是一个惊喜，是啲野驴仔啊！我奇怪为什么他们通树行又不怕人呢？我想他们想跟我做朋友的啦。不过我就唔够胆啦。同啲女仔玩完之后，我哋喺 Route 66上经过一个镇仔叫做 Oatman， 佢哋整到啲嘢好有西部牛仔感。跟住我哋到咗加州边界，我哋终于到咗我哋最后一个州啦。
我真的很喜欢揸车经过 Mojave 沙漠，但是条路有时有些粒粒突突。我想整条路只是得我们一架车。在这里我见到我从未见过最漂亮的日落。下个营地是一个超小的镇仔，叫做 Shoshone， 那里只是有31个人住。他们又有很多旧款又有型的汽车和古董。我们在 Shoshone 唯一间餐厅吃早餐，加州人真的很喜欢吃牛油果的，食乜都要落几块。跟住我哋继续上路去 Death Valley。呢个 Death Valley 啲山真系一啲生气都冇，冇任何嘅生物，冇树，冇草。我哋好似俾人抌咗去另外一个星球咁。离开了个沙漠的时候，景色已经完全不同了，绵绵的沙坡和农地。我们停了在个 In-N-Out 里吃晏，你们都知道我几喜欢吃 In-N-Out 的汉堡包啦，但是今次呢，我就吃了他们用生菜包的汉堡包，这样才健康嘛。我哋最后嘅营地就系喺 Carmel Valley。Carmel Valley 区非常之靓，呢个营地可能系我去过所有营地中我最中意嘅。佢哋仲有佢哋自己嘅私家行山小径，呢度个景真系令人叹为观止。他们这个森林非常特别，啲树挂满晒啲青苔，那晚我们在一间当地的海鲜餐馆嗌咗啲嘢食，我们要庆祝下我们横跨美国的旅程。想不到这个旅程会这么快就过了。在 RV 里生活都不容易，但是我很开心和感激可以有一个这么好的经历。过去这两个星期真的很开心，我希望你们一样喜欢和我一起走过这个旅程。今天是这么多了，拜拜。